السلام عليكم 大家好，古兰经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现在来回答的问题。古兰经记录了真主透过天使加百利揭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原话。他被穆罕默德属祭，然后口授给他的同伴们，之后被抄写员所写。在他的一生再一次次被复合，几个世纪以来，在这114章节中没有一个词被改变过。因此古兰经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保留了那些在14个世纪前真主启示给了穆罕默德这独特而又奇妙的文字。